因为你高级班毕业，你后摆唔是做将军，啊，无你就做啊，这個、啊，一、那个官员。但是我伫这个所在，啊，甲咱大家足严肃的讲一句话，因为我即摆有发现，咱现准时有职前训练的真侪人，即摆官位更好以后，我发现大家迄个官僚的气息啊，非常浓厚，甚至比国民党的这些官员更加浓厚。坦白讲，我很伤心啊。最近我伫全台湾六个州安尼走，听咱的迄、那个这些新闻，当我伫外面头前唔敢啦，但我的后壁各个表现拢是足大的官员啦。可比讲，你有通参加众议员甲参议员，参议员就讲，阮无爱含众议员做伊开会，因为阮比伊较大。伊根本就不懂得参众议会是一种的联席会议，无啥物人较大，啥物人较细啦。啊，都马上即款话走出来，所以还阁有咧，还阁毋是干那安尼念念。啊，佫足济，咱即马，你若迄个职前训练以后经过考试及格啊，咱是开放，互咱逐个人家己拣，你欲任职的职位，你想欲做甚物职位，你家己拣，因为咱有迄个表，咱有中央有很多职位，你可以自己挑选，你也可以在州里面挑选，你也可以在郡里面挑选你的职位。当然，你即马职位拣好以后，不是安尼，咱接到政权，你就去做迄个官呢 ？No， 以后每一个州，还佫有一个专业训练。可比讲，你改这个，你经这个民政厅，啊，甚物叫民政厅？你经民政，这个地政厅，甚物叫地政厅？真侪人唔知影，你敢若想讲你要去做官，无唔对。你好文，你来这里上课，你比别人较有机会，因为别人还阁戆戆，啊，你较巧，你会当来这上课。但是你上课以后，嘛袂当讲，啊，你就是100%的政府官员呢。所以，我伫建议讲，咱爱训练4400个，上无爱有这个400个腰臂在遐。你当你做的不好，落来。当然啦，你的资格我袂当甲你取消，因为你国际班有迄个结业证书，你的迄个职前训练，你有资格证书，有议员的资格证，你有阁员的资格证，我不能够帮你取消，那是你一辈子都有效的东西。但是你的观念如果太差，我就只好请你，你可以去等着领老年农金呐、啊，老年年金呐、啊。老年年金呢，一般人那是打算讲要给800块美金，啊，咱受完训呢1200块美金，啊，你比别人给400块，啊，你后摆生活会较好。但你要做官，要当替百姓设想的官员，他们讲你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，已经侪人特别有很多人拢一直在想讲，中华民国的官安怎做，伊就要学伊。啊，若安尼，咱就免革命啊！讲较白，我们是法理革命呢。咱用法律将中华民国变个倒，啊，咱换这个政权，甲比讲，阮在我都做，我们要当很好的政权。足侪人观念很糟糕啦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最后这节课我一定爱甲恁讲个清楚。当然，你的资格，你有摕到资格，迄张资格你是一世人会当用的。我们那个资格证，您即马是阿无资格证啦。哎，您这期算讲运气还不错啦，因为下个礼拜就是职前训练，嘛是赶快3天2夜，但这3天2夜要考试。当然，我们为了赶快达到这个4000位的这个规定的人数的目的，我们拼了很快的速度，同时呢，怕你考试不及格，想尽办法。让你专心的听课，啊，做笔记。
所以下礼拜你有没有职前训练，你一定要带笔记本。更恐他昨下我有叫咱的班长去看恁的鸡咪皮啊，咪咪毛毛啊。你们人就是讲鸡咪皮，甲你的生活习惯含你的迄个做事的原则没有关系呢？唔是安尼呢，各位。有当下我想着讲吼，啊恁拢很可爱，啊遮尔啊艰苦，啊国民党国已经伫互咱台湾人赚的钱愈来愈少。啊！你欠长内多，啊，过来受训。但你的生活习惯这么烂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正跟我们的干部讲，我很担心呐、啊。你是要哪做好的，替百姓做好的榜样，跟做好的官？你含你的面皮都无多治啊！你是要做什么官？啊，有人起来就乌白蛋呐、啊，现场人垃圾归垃圾干啦、啊，啊，拿物件摕去眠床顶。拜托，你到底是从小时候诶，这款生活习惯是怎么来的？当然，上课的期间我免甲你讲这啦，但这咱日常生活家己都爱会遐。你伫教囡仔、教囝嘛爱安尼甲对呢，对不对？我讲安尼有理无？所以，恁等下下课去整理你的棉被，我要去叫班长去甲你翕相，看你哪一个整理得很烂。你职业训练免来啊啦，我无一定爱叫你来上课呢。咱即马剩七百个尔，我无一定讲着爱安尼挂挂。我落尾我甲干部讲，免挂免挂。咱若做袂好，我们千万不要去接那个政权。即马政权行哩，你接哩免半年去哦，老百姓佫甲你变个倒，安尼是要创啥？啊，无差咱哩拍拼敢毋是？所以我甲各位讲，恁的心爱收倒转来。要真真正正有心要替咱的老百姓，要替咱台湾的人民做好代志，安只康来，唔是讲你要做官，我唔对啦。咱后摆之前训练以后，也很难得有机会，我含咱党个安尼接来讲，因为这党政权以后，大家拢会无能力的，你无能力的代志，我无能力的代志。咱无迄个时间，美国时间各地啊，伫讲起来有诶无诶。那即有诶无诶，会当决定你一个人做代志是毋是会成功？你是毋是咱即个政权会当替咱台湾人民、台湾的百姓谋福利？啊，那坦白讲哦，那像咱即马啊，上课哩哩啦啦，后壁乌白坐，啊，你坐后壁是要创啥？我问你。哎，钱你有开呢？你有开钱呢？干不是要得到好的知识、好的学问？当然嘛，要想要在坐到头前较好啊！啊，坐在后边表示你啊，你得过且过啊，你就不一定要听课啊。我都混啊，我混毕业啊，这种的心态，我希望各位从今以后要改过来。我浪费十分钟，足歹势，开始上课。咱是初级班内底。上界重要的法令两个，占领未当移转主权。第二个就是流亡政府未当就地合法。你知影咱台湾，你台湾啊，中华民国是用 Chinese Taipei 去参加世界组织。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？唔是叫做中华台北，嘛唔是叫中国台北。Chinese Taipei 啊，真真正正英文名是叫做 Chinese。Exile 就是流亡 government 的政府 in 台北，流亡中国的流亡政府在台北叫做 Chinese 台北，所以台湾人完全被中国人完全的误导。你看最近台湾不是有办这个做什么什么，这边什么会什么展览会？台湾人出钱在台北办那个什么展览会哦，不是花博啦，那个世界的那个经济的那个什么会，我现在想想不记得。美国跟我们中华民国说，你不能用台湾，也不能用 ROC， 你只有能用 Chinese Taipei。 台湾人看不到啊，其实 Chinese Taipei 是什么？说你很主席参加这个组织的是叫做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，
和我们台湾人看不见完全无关了，但台湾人戆戆啊，去参加世界比赛、奥运什么运，拢用 Chinese 台北、中国台北、中华台北，其实那个都不是我们台湾人的名字。中国人用台湾人去做选手，啊，得到奖牌，好康的东西，中国人提起。你当什么所什么所在有你台湾人享受？没有嘛。所以咱甲美国讲。你必须还给我我台湾人的自尊，我台湾人的自由。所以你来上这个课，你敢知影？李登辉在三四年前捌甲问啦，伊讲 WTO 啊，是用什么名义去参加的？用台澎关税领域独立关税领域去参加。李登辉甲问讲，哎，林先生。啊，什么还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？我相信在座，我若无讲，你嘛不一定知影讲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。卖讲恁啦，什么读国际法的博士啦，一堆啦，嘛无人知啊，经济部无人知啦。我甲李先生讲，啊，你唔是叫蔡英文去签的吗？有是啊，但是蔡英文讲伊嘛唔知啊。足济台湾人足可怜呢。去签什么国际组织？去签物件，拢是唔知影什么物件你签嘞，拢签迄个签名迄个签字啦。什么叫独立关税领域？很简单呐、啊，这就是战争法内底物件。美国跟墨西哥捌战争，战争的时阵，美国占领了着墨西哥一个都市港口啦。啊，即马港口这生意人讲，嗯，啊，我即马税金要交啥？是要交予你占领者，占领啥？美国，啊，是要交予原来的墨西哥的政府，因为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啊，所以伊讲我这钱要交予啥？交予墨西哥呢，还是要交予美国打官司？美国的最高法院为着这个代志判决，创立了一个名称叫做独立关税领域，凡是被占领的土地。他如果要做生意的话，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啊，你现在感觉真奇怪。啊，台湾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四个土地，金门、马祖是中国的。啊，但是一个那个叫做台湾跟澎湖是日本天皇的。啊，你这四个合起来是要叫啥？其实台湾跟澎湖这叫做分离关税领域。就是咱在日本的土地，即马去用占领，所以叫做分离关税领域。但金门、马祖是离开中国，叛逃中国，所以伊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把这四个全部加起来，因为是中华民国的统治，所以叫做四个块土地叫做独立关税领域。其实台湾跟澎湖叫做分离关税领域，这是国际法里面清清楚楚。所以我跟你说，这是你跟你说你台湾朋友是要跟你占领中啦。所以李登辉哦恍然大悟，台湾人拢总不知道，或者国民党跟你骗一骗再骗。咱有很多家长，咱有很多少年人真好，伊安那甲讲，伊讲吼，伊来上咱的初级班了，等于甲因爸爸咧讲，伊讲奇怪呢，阮上课，阮的秘书人甲因讲吼，台湾没有光复节，啊含你，我细汉时你甲我讲的拢总共款，因老爸在咧笑，台湾哪有光复节，战败哪有光复节，所以但是呢，唔敢讲，做老爸唔敢讲。台湾人可怜到这款程度，真真正正的代志，唔敢甲你的后生讲，唔敢让你的孙仔知影。所以，咱台湾民众有咱这的人，这认真拍拼来咧学法律。但是我看咱各位，放放啦，天天啦、啊，你想讲啊？都反正我若接政权，我就要来做官，唔通安尼想啦。我怎甲各位讲？我们得到政权，我政权甘愿让恁去做，我就退到第二线、第三线，我不爱。
所以恁一定要有一个思想，恁金甲头排了着所谓台湾人的希望甲期待，安尼好冇？我没有唱任何高调。那讲台湾要靠我一个，无可能，都要靠咱四千个、四千四百个来共同来拍拼才有法度。所以你敢看咱的几只在上课，我们不敢掉以轻心，咱拢足认真呢。爱上课拢在上课，为日时上到暗时，人有人讲哦，比好好看硬到呢。当然嘛，看硬到啊，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啊。咱这款所在是招来的呢，人是有农场的老板愿意提供给咱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啦。所以我是希望咱，尤其是受完我们法理训练的所有人，你很多的心态要改变。例如你现在国际班毕业以后要来参加职前训练，你如果没穿这个黑色的西装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接受你进来。我先来跟你讲，因为还一礼拜而已，你如果要参加职前训练，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，白色的衬衫，你如果没白色去买两领，可以退换就好了，要穿皮的。同时要有一个标志，台湾民政府的标志，因为咱九月份美国司法部要来检查，检查台湾民政府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所以我们大家拢真紧张啦。但是咱拢有资格，因为29、20、30、31这期的上煞，你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啊，你嘛有资格来参加这个演讲会。你如果懂得英文的，我们还可以安排让你参加小组的讨论会，直接跟美国的这四位官员面对面谈，谈台湾的地位。但你台湾的地位，你若无读册，又搁逃去啊？你唔通看新台湾论呢？我希望你买买新台湾论，唔是讲要卖你物件呢，是真正要叫你看册呢。除了新台湾论以外，台湾战争史回顾已经有四本了，那是五本了呢。台美关系关键报六本了呢。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地，那第七本了呢。还有三本大本呢。我跟你讲，不那么简单呢。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，我绝对的敢讲，我们台湾民政府，我们在全世界，不是那个在这国际上，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国际法、战争法所写出来的东西，基本上是独步全球。因为咱真真正正为着咱的生存，我们去研究，研究到让美国无法度讲，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战争法、占领法去做，因为这战争法。国际法是你美国人和那些强的国家所写的，你自己写的，自己写的，你不用遵守吗？我们没武器没关系，我们没刀没枪没关系，我们有法律，用法律跟美国计较。你不要小看法理呢。你先说一个较实在，你像现在这些恐怖分子，伊斯兰国都用武力跟美国去吃饼，两面被他轰炸死，两面被他人质给抬掉。各位，这样战争，这样要抬是要抬到当时，总有一天伊斯兰若占灭这样，美国给他收起去，他给你歼灭，他用无人飞机给你人都抬抬去。现在战争没在用人的啦，都用无人驾驶的飞机啦。真正的战争的时候，二次世界你给注意给看，真正去予枪打到死去的人很有限呐，拢是啥？炸弹炸死啊！炸弹嘛不一定会死呢。那原子弹一摆开落去40,000，那才是会死人呢。所以你也看吼，即摆战争毋是靠你人济，人济嘛不一定有效。无人飞机，出动无人飞机的人，伊用
无人飞机的雷达的侦测，足准的，要让你死就要让你死。所以你说战争当然可怕，但好佳哉，战争以外还有一个，就是法律。所以是怎样？我们讲出这个法理，啊，外面也很多人要学我们，学两天啊，就去创造一个东西，学两天就去创造一个东西，无效啦。战争时，还是战争上的法理，不是你想讲安尼就安尼啦 ，no， 足快。你敢无感觉？您即马读了，您有一个感觉。即马战争，战争时战争法，拢讲怎么样进去，就是国家怎么样到另外一个国家，打到那另外一个国家。同时，再来讲的就是讲，免那为这个国家来撤退，从来没有讲过入去以后要创啥。这是我们今天全世界不和平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国家让你打进来，啊，原来政府没去啊，老百姓会惊，他会惊说，哇，啊，你打来我这，啊，我不是会死的款哦，啊，我既然要死，我就跟你对抗，啊，所以呢，世界就不会和平。所以我打算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我要写所谓的战地政务，就是说你打进来，你侵略，帮侵略，你占领这个所在，被占领的人民、被占领的土地的老百姓要怎么做？啊，你占领者也应该要怎么做？啊，大家要配合，啊，然后成立新的政府，就是民政府 ，civil government 成立，啊，这 civil government 成立，按照你占领者的意思，然后我们这个 civil government 成立一样，按照你占领者的意志，啊，咱这个。让他这个社会能够稳定，啊，你占领者退出，啊，这个西部干嘛民政府再来统治这个原来的那个失去的那个国家，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一个国家。啊，那时候这世间就不会有什么打仗。你看伊拉克，美国攻击，英国攻击，反抗，为什么反抗？哦，啊，你现在给他占领者安尼，我是变安怎？伊就是讲占领者也安怎？当然，占领者的军队有时候会做一些很不理性的一些事情，迄种有军法甲审判就好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世间爱和平，我讲全世界拢伫看咱啊，看咱台湾民政府，我们有没有办法从美国的手上接过政权，很和平的稳定？所以美国讲。和平稳定，啊，甲无缝接轨。所以咱讲台湾民政府，我们不是 蓝色的蓝军，也不是绿军，我们叫做台湾军。那以台湾为主，你甲占领，我同意，但你袂当妨害我的人权。所以，恁即摆上课，恁有看到，咱有一个东西去关岛。用咱的身份证入去关岛，诶，身份证有甲你证明，关岛的海关有甲你证明，讲这个是有效的。迄毋是玩具，但是敢若为了这个讲玩具，人甲咱笑玩具哦，吼，那解碎几波啦。啊，我这想想足神的，我即马是拢已经讲免都解碎啊。你愿意办的你办，啊，你不愿意办的就不要办嘛。只有四千人没有那么困难了。啊，台湾人哦很奇怪了，迄个话吼，正经话不要讲啦，啊，其他话一堆啦，啊，无不保，迄个啥，迄个没有把握，啊，无迄个确实话嘛一堆啦。对，意思讲吼，很多台湾人拢假搞，因为这侪年来，六十九年，真侪人。伊本来台湾就是拢伫矛盾之中嘛，你敢若看，即个最近迄个彰显药迄个代志，讲伊共谍，很好笑呢吼。伊毋是中国人吗？彰显药是中国人啊，啊共谍，啊你普通是台湾人，定咧骂骂讲你国民党，你我中国，啊变成共谍，
其实这个讲解是什么人提供的资料？我给你保证100%是美国人所提供的资料。你不能苦口想说你跟他的讲话都没人知道。 No， 我说一个例子，我们的例子，我们讲师在这里上课，下午2:30上课，在上课晚上3:30我就接电话了，美国就电话就到了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又想要独立啦？没有啊。上课讲师说，台湾的领土主权到最后都是属于台湾人的。你笑，属相的日本天皇的啊。上课上几波啊，上课讲师又讲这番话。我迄天5:30，早时5:30，我未开天光，我就一直甲敲电话去因家。我讲你是创啥？你有讲伊无？伊想想伊讲，我敢若有讲嘞。我讲你是笑的哦？我未记哩，江苏都会未记哩，何况咱在党个在学员，两届，东江差不多12小时内底，美国电话就给你。咱拢是实况转播呢，你敢看咱即摆现主持6个州，拢是实况转播，唔是咱滴爱看呢。我一对目睭啦，免咱看遐济。美国你甲你看呢，你要接掌政权以前，你要做得很好。所以我定来甲咱的同心讲啊，9月6号郡守考试，你拢来考。不是说郡守考试考了你就郡守，还没有呢，你还要找8位的郡务委员，你就是你要智囊团，然后你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那个郡守。所以我在这个时候跟各位说，不是说你来上课你就可以做官。 No No No， 你还要经过考试，而且还要经过我们的品格的考验。你不能想说你来这里都没人给你管，我们这里是到处都是闭路监视器，那有的吃粉吃这黑白蛋不可以你啦，你吃粉可以，你要规规矩矩，你垃圾不要乱丢，要规规矩矩。所以在这里上课，除了你自己个人的学问要增加以外，你个人的品德更重要。所以我不得不利用机会跟我们党来说，因为现在6个州的这些同心职务都经历了，开始都一个比一个大了。你什么职务你就讲你是什么职务，那你那个职务你要开始去看你将来要做那个政府的官员，那个职务的册，好的爱学，坏的不能去学。我看我下半来还有时间，我希望跟我们各位再说一些话，因为现在老师来了，我不爱耽误我们老师的上课。谢谢各位。